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3年春节联欢晚会今天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多项技术创新亮点，并公布了春晚主持人阵容。任鲁豫、撒贝宁、尼格买提、龙阳、马凡舒、王佳宁将在大年三十儿陪您一起过大年。今年春晚坚持欢乐吉祥、喜气洋洋的主基调，以欣欣向荣的新时代中国、日新月异的更美好生活为主题，通过多样化的艺术形式，充分展现开心、信心、拼搏、奋进的精气神。春晚舞美设计用简约灵动的形象，直观阐释了来源于中国古典文学词牌名《满庭芳》的理念。总台技术创新应用在春晚中再次实现多项突破，在 5G 加 4K、8K 加 AI 战略格局下，今年春晚大量运用 4K、8K、AI、XR 等新技术，持续推动思想加艺术加技术融合创新，为受众奉献一台好听好看、开心暖心、科技感十足的春晚年夜饭。为满足受众多样态的观看需求，随时随地感受春晚热烈喜庆的氛围，今年竖屏看春晚首次推出多画面同步观看的新功能，为手机用户带来台前幕后更多独特视角。央视屏客户端也将首次采用竖屏加三维精彩声和横屏加三维精彩声两种模式直播春晚，为网友提供灵活选择。总台还将采用百城千屏加云听双平台同步直播，受众可在全国约500个城市的文化广场百城千屏 8K 超高清公共大屏上，配合云听客户端的三维精彩声，享受春晚纤毫毕现的沉浸视听效果。